林志玲在10号上传微博了一张照片，她微微抿着嘴巴装萌，让很多网友被电到了。而林志玲还写下了说喜欢干净，喜欢简单，没有人工自然的添加，这样的自己才舒服，强调她是呢自然的美女，让这个网友也频频叫好。明亮大眼睛，鹅蛋脸 ，Q 弹皮肤，还微微抿唇装可爱。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10号凌晨将这张脸部特写照 po 上网，吸引上千名网友按赞。林志玲还在照片上附注喜欢干净、简单，还喜欢非人工、自然、无添加的才舒服，似乎在对粉丝喊话，她真的是架杠天然美女。不过之前林志玲才被质疑过出席活动脸很僵，似乎刚进场保养过。还有胸部突然 up 也被网友酸，怎么30多岁才突然登大郎。不过38岁的林志玲照片里看不出任何一丝破绽，皮肤白皙紧致，网友大喊真的是女神降临，还有人说天然美女非她莫属。当然也有网友质疑照片美归美，但是没化妆是骗人的吧。不管怎样，林志玲这张照片 po 网，想必又让不少粉丝再度爱上她。中天新闻徐玉平台北报道。